暂停，现在暂停嘛。好。然后我在这里装，要上一个。翻这边上，就是说、哦、这个地方，你比如说不要的话啊，嗯，把边上切一点，哦，是这个边边对吧？这个边边就是等于是废料来的，不要的话啊。哦。就是第一把刀，以这把刀为主。OK。分切三个500克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这种那种特别长的那个吗？啊？就是底下的那个长的那个五卷。啊。我就是它这个就是2个500的上面，就是最多一个直管是吧？比500。哪个？这个直管，这个直管是长的是520，它模是500。哦。但然后我们分切。分切到50克宽，好不好？好。分切到我定制好了，定好了是不是？是吗？啊，好，行。切到50克宽，以这把刀为引。嗯。然后这里只靠过来，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50，它切出来的就是50克宽。对。我怎么感觉我录的这视频贼丑？我录了2分多钟。不会装，你找累
放地上的。这个上面的这个是计米器，嗯，这个八十，就是八十米，啊，到了八十米之后它就停了。这个你再拍一下这个瀑布。这个不太好。这个宽度你可以选择你要想要多宽可以。切多宽的。切多宽的，这个。